在秋天喝两杯，送两杯茶去给他们。两位大姐每天在这里上班，他们是最基层的林业工人，现在是防火季，他们会就是隔一段路就有两个这样的这个职工在看守，就是预防森林火险，给他们泡上两杯热茶。哎，你不要去了，你去你又叫，花朵很开心。大姐，给你们倒两杯茶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这我代言的可好喝了，张石澈。谢谢谢谢谢谢。秋天凉了。对，好，谢谢谢谢。不客气，辛苦了。花朵回来喽，过来。这里开着五颜六色的小花，你看，小雏菊，你看，好看。有个很有意思的一点啊，你看这两棵树这里，这个小雏菊啊，它现在是张开的，到了下午的时候它就合上了。又变成了一个花骨朵，就像这样的。白天的时候它是张开的。嘿嘿，没有打扰的日子里真好。小瓢虫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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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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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送你回家啊，鸭子飞了。穿一只小蜜蜂。在户外用电就用这个，很稳定。我一直在用，非常稳定。加点热的，秋天凉了呀。趁着太阳好，给它充一下电，这是100瓦的太阳能板，有两块呢。山顶上好像起雾了，现在是下午的4点钟，天也要黑了。里面躺了一个白乎乎的，那是小花朵，我累。我要放声歌唱，我太开心了。我要给它梳梳毛了，抓了一身都是那个小种子回来了。今天晚上不能出去玩啊，听见没有？出去玩你就等同于送人头，不可以啊！你还滚还滚，不讲卫生，就是这种小种子搞得一身都是。哎呀，这个表情，哎。太阳下山了，收了，不然完臭狗熊把我给弄坏了。这山里面有狗熊、狐狸、狼，还有小型的动物。现在生态好了，
这种野生动物也多起来了，没有人类作为它的天敌了。收了。天要黑了，我们不下车了，我们害怕。对，我们害怕。东西也都收好了，东西不多，随便两下、两三下就完事儿了。气温降得很厉害，就是下午的时候十七八度，二十来度。到了这会儿呢，降得很明显，我把棉衣也都穿上了。哎呀，好嘞！还有这个是防止晚上下雨。好，今天结束，可以坐在这里看美丽的风景。一样的，外面冷了。喝水就喝水，洗，脚又湿，是冰凉，上来。俺俩顺着这条小溪往前走，林子好像太深了，好像不去了。你看，秋天的颜色，金黄色，可漂亮了。过来，我不进去，过来，过来，快点，过来吧，太危险了，这赶紧走。浪，又浪，哦，就浪。这会儿把我们整团灭了，我先撤，这一会儿自己就回去了。